大宝爷。哎呀，这样可不行啊！就算这小娘们自己不跑，也早晚被那小子给抢跑。想个办法，放开我！你神经病吧？折腾一晚上，你困不困？我都快困死了。我太讨厌你了。讨厌我？讨厌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。那我就下辈子了。下辈子也不会。对了，你不是要躲着我义父吗？办法我给你找到了，哟，你要的材料。真的这么厉害？这下他再也不敢靠近我。真的假的呀？有那么厉害吗？哎，寨主，啊，辛苦了，没什么事下去吧。哦，好。啊，那个。林慧啊，这个里面不管发出什么声音，你们就当没发生。啊！寨主请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。小丸子，这两天让你担惊受怕了，我特意来看看你。不必了，我现在谁也不想见。小丸子，你不知道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把我的魂勾去了。这几天，我想你想的，整宿整宿的夜不能眠。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这辈子不吃苦。我才不会跟你呢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今天你是从也得从，不从也得从。鬼啊！这是谁？我是小丸子。小丸子？你怎么冻成这样啊？得了一种皮肤病，听说还能传染呢。别！小丸子，别过来。女孩子家还是自重一点为好。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！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开门呐！鬼呀！千炮衣服吓成这样，可以啊。还别说，还真挺有效果的，是吧？但这只是暂时的呀，还好这次让他打消了念头。嗯，也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难受不啊？什么时候能好啊？这种疹子的话，一般要一两天才能好。不过那草药我也得长期备着，万一他之后再过来呢？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一个样子，就喜欢外表漂亮的女人。不是，什么叫我们这些臭男人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不一样，我喜欢的是你的内在，不如我们亲日久。你现在马上滚出去！你要是不出去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又死给我看！不知道弟子折腾，我走，就是。
老板，老板，跟您打听个事儿啊，你知道这青龙寨怎么走吗？青龙寨啊，别人躲都来不及，你还自己往那边走啊？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去干嘛？当土匪啊？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怎么想着当土匪呢？哎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我当然不知道啊。那你不知道你废话那么多干什么啊？那不都是为你好吗？哎，你别多管闲事，到时候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哎，壮士饶命，壮士饶命啊！老头儿，啊，说吧，你找青龙寨干嘛呀？说清楚了，留你个全尸。那个，壮士，你听我说，小的名叫何一指，我在青龙城赌房里欠了一笔赌债，我还不上，他们就把我闺女小丸子给绑了，到青龙寨跟一个叫什么小宝。到，给我放下。哎呦，岳父，我是小宝。哎呦，真想不到，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。岳父在上，受小宝一拜。哎，师傅的，师傅的，师傅的。啊，哦，你就是青龙寨的小宝啊？哎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哎呦，岳父，小丸子怎么样？哎呦，您闺女好得很，在我们寨子里那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有保佑我照，没人欺负她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得亏看见你了，否则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见我闺女。哎呦，岳父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吃点。哎呦，我吧，其实也就出来打探一下情况，然后累了嘛，就在那个茶摊里喝口凉茶。结果刚才就听到有人要打探咱们青龙寨，我就合计这谁呀？没想到岳父您呢。哎呦，咱俩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的。哎，岳父啊，我现在就带您去青龙寨，啊，这边请，我带你走。好，走，不是，来，请，走，这边。哎，我说小宝，哎，你们这山寨怎么缺了拐弯的？我找半天我还以为鬼打墙了呢。咱们这叫天险，这个呀就叫易守难攻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岳父啊，这就是我们青龙寨啊。小爷回来了。岳父，就这啊，你女儿就在里面。好好好，你们几个下去吧。哎，好。丸子，我带你爹来了。